我们带大家在饭桌上坐在一起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哎呦，这托我好朋友的福呢，托我好朋友的福呢，我们才能够今天聚餐在一起耶。而且在家聚会有个好处，这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从台湾，有从洛杉矶，有从各地来的朋友，好吧，来在一起吃饭。所以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桌，我们求你祝福黄妈妈跟黄贝贝，还有大姐要回台湾。所以我们求你一路保守他们回到台湾。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让黄妈妈觉知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圣灵继续在他身上继续做那美好的善工。所以我们相信你开了工，你就不会停工。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晚上一起吃饭的时间把交通全部仰望在你手上，求你洁净这些食物，让我们吃喝身体都有益处。感谢赞美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阿们。